終於嚟到機場啦！今朝咧偷偷地自己搭咗一班早机咧，就去咗日本先。咁我而家咧就而家几点啊？而家4:30到啦。跟住咧就喺呢个机场嗰度准备搭呢班500啊嘅国泰机去日本啊，好期待！我哋阵间会合阿 J， 应该都系今晚9:00啦。好啦，我哋阵间再见啦。哇，好靓啊，好正啊！而家即刻冲去搭飞机。冇窗口位坐，因为今次呢班机太多人啦，我哋坐呢个位。连呢套都有啊，元老山卡拉好多新片。咦，光年正传喎，可以睇巴斯光年。我哋已经到咗日本啦，咁咧我出咗境咧，就而家咧过到嚟呢一度，就系呢个京成线搭呢班车咧去呢一个嘅台场啦。我好赶啊，因为我4:00就要上到车，我哋用咗好耐时间咧先至可以咧出到境咯。跟住咧就拎行李啊、扫曲咧，其实咧都扫咗4次曲啦，跟住搞嚟搞去咧，其实都用咗成个半钟先出到嚟咯，都几漫长嘅条路。好啦，我而家要去搭车啦，去到再同大家讲啦，拜拜。哇，终于 check 完 in 啦，终于攞完酒店，摆低咗啲行李，而家咧就行去最近我嘅 shopping mall 啦。咁咧，其实咧，我由今朝咧4:00起身啦，嚟到呢一度台场咧，个酒店摆低埋啲嘢咧，已经系日本时间6:00咯。咁我真系温咗十几，其实应该温咗12个钟，我先可以咧出到街啊！哇，终于嚟到呢个商场啦，终于嚟到呢一度地方，俾大家睇下先。哇，终于嚟到呢度啦！呢个咧就系传说中咧。嗰、那個高達咧就巨型高達咧就係喺呢度嘅。其實咧我就係自己過咗嚟先嘅。咁咧阿 CK 姐而家應該喺飛機嗰度搭緊飛機過嚟啦。咁咧其實佢晏啲咧嚟到嘅時候咧，我就會去接佢嘅。咁我而家帶大家去睇咗呢一個高達先。噔噔噔噔，但係唔知點解咧。佢系唔开灯嘅，超大只啊！佢劲大只，佢已经同我上次嚟嗰只已经换咗第二只啦。但系呢只好靓喎，成只都白雪雪，但系点解咁黑嘅悭点？但系佢维修紧咧，啊，可能佢维修紧啊！哎呀，点解咁黑噶？听朝再嚟影多次先。我睇完嗰个高达，而家搵到哆啦 A 梦嗰间店啊！
好得意啊！有好多哆啦 A 梦啊，有红色头嘅哆啦 A 梦啊，佢咧仲有我最中意嘅随意门啊！睇下哆啦 A 梦 ，Hello， 系随意门啊，最中意嘅随意门啊，竟然实现喺我面前，等我摸。哇，真好随意！哇，这个是玩空气炮的、哦、原来呢他给钱呢你就可以拿这个空气炮呢去肥后面的砖墙那些一格格啦，应该是给小朋友玩的。这里有很多豆沙包啊，但这个不知道是玩的什么，应该玩 VR 那些啦。哇，这个100日圆呢可以夹一个哆啦 A 梦的这些白色的咯，等我试下夹先。咁咧，我发现咧，我就冇100日圆啦。咁呢度咧就可以话咧入呢个1000日圆落去咧，跟住咧佢就会跌晒啲钱先俾我噶啦。我哋今次夹呢个咧200日圆可以夹两次，唔系200日圆可以夹3次。夹啊！系啦，个爪好似歪咗啊，夹唔到啊，都唔开心啊我。好，再试过第二次。哦，今次，哇，其实我觉得佢个爪咧系偏歪噶，夹唔到噶。最后一次啦，已经。系、哎，哇！是没有东西夹到的，唉，这样就变了200元夹了个空气。好啦，俾你欣赏下。结果我夹不到的，其实呢它后面呢就是一个襟章来的。这里是玩什么？里面呢可以带一些竹蜻蜓这样，自己带竹蜻蜓。这些就应该是买金币了，这些金币700日圆两个啦，350日圆就有一个金币，全部都是有哆啦 A 梦的样子。这个呢就是有随意门的锁匙扣，好靓啊，想要随意门。这里呢其实我不识日文字，这里有个小的随意门，好可爱。就是玩什么的呢？啊，他说呢你告诉他听呢你想去哪里，跟着他就会 带你去哪里的。啊，你告诉他听去学校呢，他就会问去了哪里、啊、去了哪里、啊、这里是哪里来的？这里是什么地方来的？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算了，我们来这里看看有什么哆啦 A 梦的证。哇，这个哇这个好漂亮啊，但是一块胶来的，做什么的呢？只是一块东西咯。这个是可以新商品，就可以给你贴这些字名啦。哦，是贴名牌的，但我没有日文名，我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好惨。我有哆啦 A 梦的毛巾咯，我有埋祖父祖母阿爸阿妈的，这个是阿妈的毛巾，这是阿爸的毛巾。这里有个阿爸的字啦，有个阿妈的字啦。哆啦 A 梦的恤衫好靓哦！喂，你想不想带竹蜻蜓啊？呢度会帮到你带竹蜻蜓的愿望噶。我想买呢个盒啊！呢盒呢就是呢入面是人形的烧饼啊，哆啦 A 梦噶。买呢个翻去先，1100日圆咋？好靓噶，但我中意有馅噶咯。呢、这个就是哆啦 A 梦的烧饼啦，
个就系我最中意嘅香蕉蛋糕，但系有哆啦 A 梦嘅香蕉蛋糕。嗰日系贵少少喎，但系我都会照买一盒嘅，太靓啦！边呢度一路唱紧哆啦 A 梦啲歌，呢啲有日文字嘅哆啦 A 梦字嘅杯咯。放大啲睇下，呢度系全部叮当嘅漫画区咯，好靓啊！啲封面全部都系未见过噶，以前嗰啲咧好靓噶，嗱嗱嗱，呢啲就我以前嗰啲啦。但好似呢个我有呢只喎，曾经退衣梅枯笋啊，好想买翻去，但又买呢啲俾人闹。点算咧？真系好中意啊！好，今集哆啦 A 梦嚟到呢一 part 先，我再去第二个地方再拍嘢俾大家睇。耶、yeah, ！买咗成扎嘢翻去，全部都系嘢食嚟嘅。耶！拜拜。出嚟啦！終於到日本啦！我哋而家要去八達通先啦。2 hours later， 哇！笑，我終於見到阿 J 啦！由機場嚟到呢度已經。即系10点落机啦，跟住咧嚟到呢度已经12点几啦，跟住搞咗劲耐咯，转嚟转去架车，我哋应该要搭子弹火车，终于见到阿 J 啦。我哋而家翻酒店，阵间嚟一个 room tour。喂，呢啲可以摆行李嘅呢啲，好肚饿啊，一定要翻酒店食嘢。哇，好靓喎间酒店。呢间就好间酒店啦，哇，好靓啊呢度，准备开箱我间房啦。呢个好似铁达尼嗰啲房间咁样啊，呢间啊。哇！哇！呢间就系我哋间酒店啊！嚟啦，我准备开箱先。嗱，呢度走廊咧，一入到嚟咧就系呢间两张床啦，跟住咧仲有嘢食台啦、书台啦，跟住之后电视啦，有雪柜啦。我哋睇下个厕所先。哇！有浴缸噶。跟住之后咧，呢度仲可以淋浴添。咁呢个就系马桶啦。哇，几靓！阿 J 姐话咧个窗帘系最正嘅，我试下打开先。哇，好靓喎！嗰个系咪东京铁塔嚟噶？哇，可以望住哇，一路食我嘅宵夜，一路望住东京铁塔。嗰条桥咧开得好靓噶。而家太热，而家12点啦，已经。嗰个咧，你话嗰只嘢喺嗰度啊？商场啊，嗰度又有一个 shop。嗱，呢个又系即系呢度啊？睇先，呢度又系一个 shopping mall 啦。阿 J 话呢个系 shopping mall 啦，跟住嗰边又系一个 shopping mall。呢个你而家直望见到咧，就系呢个嘅富士 television 啊。就是呢个电视台啊！哇，咦，系、哦、电视台嚟嘅呢个富士 television 哦，哇！我去旅行都要见到呢啲参观电视城哦。跟住呢个后面咧就系、是、个高达嗰个商场啊！哇，呢度好正啊！几钱一晚啊？其实呢一度，好似都要2-3千蚊一晚，对面仲贵，5000蚊一晚。即系对面呢间酒店。本身我想
想住对面的。对面那间5000多元一晚，我们下次住对面好不好？好。哇，这间正。虽然只是见到东京铁塔的顶，但是都已经很正。不过这间都很靓。在日本来讲算是大咯，之前住的那些全部都很小的。我而家咧话俾大家听咧，而家东京几多度咧？14度啊！而家系12:50，即系差唔多1点啦。但我都会觉得好似好热咁样样。我而家准备食下宵夜，呢间房咧真系超大咯，好似香港酒店咁。我第一次住咁大嘅酒店喺日本，哇！等等，我而家睇下咧，哇！睇下 J 小姐买咗啲咩？哇！佢买咗好多咧，佢咧早到咗咧，买咗好多哆啦 A 梦嘅嘢喎，人形烧啊！我到时开入边都系哆啦 A 梦啲公仔嚟噶，好靓噶，好食噶。喂，我哋拍一条开箱片好嘛？哇，真系好靓啊！這个香哆啦 A 梦香蕉蛋糕，哇！贵嘢，佢话呢个系送俾我噶人形烧。哇，酒店咧提供咗咧好多支水啦，有几支水啦，跟住咖啡机啦，睇下个雪柜先，个雪柜啦，冻唔冻噶？哇，呢个有个嘢食嘅，系咪？不过你买嘅，我就话点解酒店提供一个饭团俾我食嘅？跟住咧，仲有咧。水壶啦，呢、這个水壶啦，跟住咧呢、這个咧就系、是、夹板啦，跟住可以挂衫啦，都几正啦。个门口哇，仲有一个位可以俾你摆结添。熄咗灯之后咧，靓更多咯，更加清晰。哇，好中意呢个东京铁塔啊，好靓啊！我哋咧仲买咗宵夜啦，可以一路食宵夜。一路探下呢个咁靓嘅景，劲正！喂，我哋开啦，开下你买咗啲咩俾我食？俾人哋食咗，好正啊！望住个靓景食宵夜喎、啊。哇 ，J 小姐睇下买咗啲咩？呢个系豚肉炒乌冬，仲有呢一只太阳打乌，好正啊！呢、這个遮住个天。看下先，哇！你睇下，其实佢话日本啲嘢好好食啊，系啊，跟住有炸鸡喎，仲有鸡好出，仲有一个章鱼烧啊！哇！我唔客气啦，我唔客气啦，哇！好大粒啊，原来真系劲大粒噶喎，呢个章鱼烧。嗯，好多馅啊！好傻，仲有咧望住个靓景，可以望住东京铁塔食嘢，你有几好啊？一路食嘢，一路望住哇咁大个窗喎，仲要系好开扬，好开扬嘅窗，好好睇啊！好似大电视咁，系咯，仲有个东京电视台喺隔篱喎，富士电视，仲有个自由神像，仲系。下低仲有个自由神像啊！我哋应该而家整一影俾大家睇，试下个炸鸡先。虽然系冻咗少少，但都好食嘅。O K， 嗯，好食呢个。哇！如果喺香港咧住呢一家，咪即系住呢啲咁嘅景咧，一定好贵。系咯。我第一次在日本住咁大的酒店，之前真的去穷游那些咧系好细间好细间，嗰啲夹啊一打开就已经挡住条路咧，系行唔到噶啦。但系呢一间咧系真系大到可以打关岛添噶，过几日就穷游噶啦。之后我哋会转酒店，之后就穷游。我哋系享受头嗰两晚，好正。我喺度住两晚。你第三日已经细啦嘛，第四日又变翻大，第五六日又变翻细，即系我哋有穷游，又有钱游，有穷弹入，弹出弹入咁样游。富士山景嗰间不得了，富士山景仲正啊！哇，到时一定要开声俾大家睇下。
喂，试下呢一个先啦，不如试下呢一个先啦。你试下。佢个蛋呢都仲系流汁噶，有少少漏咯，漏汁咯。啊，但佢个蛋煎得好靓。佢咧用铁板煎噶，佢唔系真系噶。煮噶，铁板煎噶，咁正嘅。系啊。喂，我整啲俾你先。呢个正喎，嗯，好食喎，好想试下呢个，试下呢个炒面定乌冬啊？乌冬，我谂佢炒面，应该似炒大阪烧噶，佢嘅嗰间嘢有，但系咧我冇拣到，拣咗呢个，但好似几特别喎，嗰阵味，试下，甜甜地喎，揸上酱入面，跟住呢个试下呢个豚肉先。不是喎，我又覺得咧好難形容啊！嗰陣味，個醬油味，但我覺得好似食食下有嗰啲藥材味咁樣嘅，你覺唔覺啊？好似醬係咁㗎，但個豚肉 OK 嘅，豚醬係啊！喂，陣間我哋係咪換落去啊？我哋有個有精力，可以行一圈。今日五點點去食。十早，算啦，咁我哋阵间唔落去啦，我哋慢慢享受下呢一度嘅酒店啦。今日去完迪士尼先至去啦。你去完迪士尼啊？你有精力咩？都要死路一条，我惊你去冇时间啊！哇，真系好靓呢个景，啖啖肉噶，嗯 ，OK， 几好食噶，其实。好食，冻晒都好食咯。条货咧系由我今日咧喺香港机场嚟到日本嘅。哎呀，当中我冇拍到咧，中段咧点样转嚟转去啊？又弹出弹入，又唔识点样搭地铁。我哋本身之前咧，我阿李呢度咧系买嗰啲子弹火车Skyline 噶嘛，但系今次咧。我又冇買啦，跟住我以為 J 小姐有啲咩新方案俾我，但係原來最後尾咧係要轉嚟轉去啲線嘅，但係咧試咋又平又抵，係平又抵嘅，但係麻煩咯，轉嚟轉去係最後尾1300多 yen 嘅，但係如果你買 Express 嗰啲就係3000多 yen 咯，睇下你會用錢買時間定係用時間嚟慢慢十分鐘咋？你用2000元買十分鐘，係咯，真想鬧佢。但都 OK 嘅，咁样转嚟，最后尾都可以见翻面啊，即可以搵翻零分。我几惊我自己荡失路啊！你知唔知未班车？你知唔知未班车咧？东京啲车咧开始冇，我心谂自知啦你。系咯，喺东京，你知唔知搭呢个的士有几贵啊？好贵噶嘛！系啦，咁好叻噶，嚟到嘅。系嚟到，跟住又见到哇咁靓啊！间酒店真系，我觉得。值得的，不过嘥了很多时间，我本身应该可以早一点，早十分钟来到，但现在都是都 OK 的，跟住吃到一些这么好吃的东西，这些都不错咯，我觉得明天可能这几天会再吃一些更加好的东西，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下集再见，记得留意啊，拜拜。